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5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7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4月19日上午9时至9时21分，10时4分至11时56分，4月23号上午9时至9时39分，下午5时至5时53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西委员一人等111人，请教委员西委员俊毅等2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7会期第9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41案、第43案至406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40案决定同意撤回。第407案至409案、第416案为财政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410案至41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8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24件。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二案、第三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4案、第6案、第8案、第9案均暂不予处理。第5案、第7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5案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8案，均不予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予以通过。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第7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7会期。第10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16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黄少顺等16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案，因提案委员来函撤回，做以下决定：同意撤回。第4案，本院委员黄少顺等17人拟具《公民投票法》第31条及第4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黄少顺等18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17人拟具《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1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18人拟具《军事审判法》增订第10章之一及第115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郑云鹏等19人拟具《公务人员考试法》删除第16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建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郑云鹏等19人拟具《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郑云鹏等18人拟具《电视法》删除第10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郑云鹏等19人拟废止《监视法》，请审议案。陈讯文、会议拟请由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主任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等19人拟具《
会秩序维护法第六十四条及第六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的二十人拟具公务人员任用法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江乃馨的二十余人拟具法规法第四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七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及第三百二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十九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人拟具《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人拟具《使用牌照税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肖美琴等十七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肖美琴等十七人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林益华等十七人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三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陈怡明等二十人拟具《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陈学正等十八人拟具《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二十人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邱怡莹等十六人拟具停车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邱怡莹等十七人拟具《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邱怡莹等十六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敬敏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二十人拟具《江氏事件法增订第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吴思瑶等十七人拟具《江氏法》第十一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二十人拟具《农民健康保险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十七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十六人拟具《公民投票法》第九条及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郭胜亮等十六人拟具《税捐稽征法》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七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增订第二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
过。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七人拟具《就业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十三条为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委会议决，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六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四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委会议决，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案，本院委员陈怡梅等十八人拟具《眷村文化保存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二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十九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三案，本院委员沈志慧等十六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第六条及第三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林长佐等十六人拟具《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林长佐等十七人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四条及第二十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及个税条例》草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将财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将财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八案，道路委员会函送道路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预决算与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将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九案，内政部函送内政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案，内政部还未修正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一案，内政部还未修正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总队编制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二案，内政部还未修正国土计划法施行细则第四条、第六条及第十五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三案，内政部还未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部分条文及第六条附表一，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四案，内政部函送全国性民政财团法人适用财团法人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之一定财产总额，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五案，内政部函送一百零七年度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计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六案，内政部函送一百零七年度第四季补助县市政府团体及个人之奖补助经费计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七案，内政部函送一百零七年第四季社会住宅推动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八案，内政部交通部还未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交通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九案，原住民族委员会送一百零七年度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原民部落营造计划，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五十九，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全国性卫生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第等七项法规，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一案，卫生福利部还未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十二条之一及第二十三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二，卫生福利部函送卫生福利部主管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准则等四项法规及修正长期照顾服务机构法人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第六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三，卫生福利部函送卫生福利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监督及管理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全国性社会福利财团法人年度工作计划及报告编制办法的六项法规，并废止卫生福利部审查社会福利业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五案，卫生福利部还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会组成及议事办法第二条及第十五条之一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活体肾脏交换捐赠移植手术管理办法，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品商业登记审查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八案，卫生福利部函从一百零七年十月至十二月执行政策传播说明广告蓝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九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毒性化学物质运送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附件二修正条文对照表刊物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修正机车耐久测试方法及程序、机车蒸发污染测试方法及程序及机车废气排放污染测试方法及程序，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一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蒙特吕议定书列管化学物质管理办法第一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塑化甲烷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修正福利金消费量管理办法第一条及第二十四条条文，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四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送一百零七年度截至第四季补捐奖助情形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五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第三十四条之一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六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但书适用范围，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七案，劳动部函送一百零七年第四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行政院函送行政院林聘派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董事清偿人作业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九案，行政院秘书长函送前瞻基础建设强化政府基层机关资源防护及区域联防计划及强化国家资源基础建设计划一百零七年度执行进度及绩效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房屋部函送房屋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房屋部函送房屋财团法人工
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编制颁放。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九案，法务部函送法务部主管政府居住财团法人监督办法。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三案，法务部函送主管机关办理特定财团法人期限及资恐防治办法。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四案，法务部函为修正法务部司法官学院编制表。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五案，法务部函为修正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处规程第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六案，法务部函送107年度通讯监察相关统计资料。程序委员会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七案，司法院函送107年司法院所属机关通讯监察义务统计年报。程序委员会议见，你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八案，考试院函为修正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司法人员考试规则。程序委员会议见，你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意予以通过。第八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公告人推荐代表担任农业财团法人董事或监察人追定比例及推荐方式准则。程序委员会议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第四十条及第四十一条条文。程序委员会议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一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废止农民健康保险建立委员会组织规程。程序委员会议，你请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请问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废止农民健康保险专业事项审议办法。程序委员会议，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三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投资经营非我国及渔船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一项第十八款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部分附件。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三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远洋渔业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第十九款第二目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部分附件。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问，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该会106年10月5日农房字第106/14/88/849号公告。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六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公告自中华民国108年4月9日起，马祖地区猪只以及土地内脏生鲜及加工产品禁止输往台湾本岛及其他离岛。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七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公告自中华民国108年4月10日起，金门地区除公告事项而知猪肉加工产品外，猪只以及土地内脏生鲜及加工产品禁止输往台湾本岛及其他离岛。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八案，经济部函送经济部主管财团法人管理监督财团法人管理监督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九十九案，经济部函送输流管制计划书与规划书检核基准及洪峰流量计算方法。程序委员会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一百案，经济部函送禽流分担实施范围与计划之审定公告及执行办法、出流管制计划书与规划书审核监督及免办认定办法、出流管制计划书与规划书审查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你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予以通过。第一百零案，经济部函送工业局107年第四季
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会总表。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6案，经济部内政部函为修正工业及矿业团体分业标准，增订智慧防恩工业团体业别及其业务范围。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经济内政梁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3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加强投资中小企业实施方案投资情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4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国家级投资公司运作现况半年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5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107年独立司机对国内团体捐助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6案，交通部函送交通业务权威性财团法人纯心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7案，交通部函送交通业务权威性财团法人之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编制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8案，交通部函送交通业务权威性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9案，国交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电信普及服务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9案，国交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107年第四季该会主管之单位预算、特别预算、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及有限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公款补捐助情形现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107年度推动金融科技方法及法规调实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信托业法第39条及第41条所称依主管机关指定之公告方式，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3案，中央银行函为修正银行业办理外汇业务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4案，中央银行函送中央银行对财团法人法授权规定事项锁定办法，中央银行主管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并修正票据交换及银行间划拨结算业务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5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香港澳门学历检核及财政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6案，教育部函送国内大学医学及杨医学系毕业生学历征收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7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学校多元入学招生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8案，教育部函为修正专科以上学校推广教育实施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9案，教育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文化部、交通部、经济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运动产业内容及范围，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交通、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五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科技部函送科技事务财团法人设立许可及监督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1案，科技部函送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自筹收入因应策略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9案，科技部函送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自筹收入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案，科技部函送国家型科技计划107年度第四季成果参与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各项财务改善措施之执行成效107年第四季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5案，文化部函送国家人权博物馆场地设施使用费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全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6案，外交部函为各国
驻华使领馆及驻华外国机构聘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名称修正为驻华使领馆外国机构国际组织及其人员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并修正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案，外交部函送外交部主管裁决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外交部主管裁决法人工作计划经费预算工作报告及财务报表应遵行事项办法及外交部订立裁决法人法授权规定事项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8案，常务委员会函送财务经济裁决法人应适用裁决法人法第24条第二项规定之财产总额及农年度收入总额及诚信经营规范指导原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9案，常务委员会函送常务委员会主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资通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0案，国防部函送107年度第四季公款补捐助团体及个人情形系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31案，国防部教育部函修正军事学校学生研究生学习规则第36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及国防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发言会第132案至第281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80、181、184、185、199、211、212、254、257至260、262、269至271。275案国民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225、第226、228、24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意无意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30案至第281案为文化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算该部决议45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结算落实溯源标示辅导提升养猪经营模式等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结算水资源作业基金107年度其他业务费用书面报告，结算水库永续利用整体策略方案书面报告。接送台电公司研究发展费用书面报告，接送中油公司重大海外投资计划办理进度报告，接送台南公司积极管控与经营国外分公司之方案书面报告，接送台南公司解决国外分公司营运困境之改善方案书面报告，接送台南公司土地开发处与量贩事业部业务检讨改善书面报告，接送台电公司水坝库淤积严重影响水利发电能量检讨改善报告，检送能源效率分级标示经营做法书面报告，检送国际合作投资专案推动瓶颈及计划修正检讨情形书面报告，检送节能技术研究发展与示范应用规划书面报告，检送后端进行管理会议出国计划之各考察必要性及具体成果书面报告，检送台电公司强化物料控管与采购机制书面报告，检送台糖公司经营绩效改善方案书面报告，检送台南公司经营绩效检讨改善书面报告，检送后端基金管理会例行收入成效改善方案书面报告，检送台电公司配电网改善进度书面报告，检送中油公司原油及油品避险业务书面报告，检送台南公司食品安全稽核精进计划书面报告，检送台南公司垦丁焚化厂经营绩效改进方案书面报告，检送台电公司加强天然气成本费用控管措施书面报告，检送台水公司财务改善应用措施书面报告，检送台南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强化经营绩效检讨报告，检送台南公司提高自营农场产证绩效及降低生产成本措施书面报告，检送台南公司资本支出专案计划检讨改善报告，检送经济特别收入基金能源研究发展工作计划向下专业服务费书面报告，检送太阳光电环境建构及系统高质化推动书面报告，检送能源局养猪场设置太阳光电技术辅导书面报告，检送能源局养猪场设置太阳光电推广办法书面报告，检送台电公司台中电厂燃煤发电升煤逐年减少规划书面报告，检送中油公司大里炼油厂107年3月公安事件检讨改善书面报告，检送水资源作业基金向下行销及业务费用书面报告，
检送台电公司合一集合厂用过核燃料棒储存池，已形同全部主门书面报告，检送中油公司土地活化利用规划书报告，检送石油基金书面报告，检送台电公司温水气体减量策略书面报告，检送台水公司材料及用品费书面报告，检送台糖国外分公司营运绩效清查检讨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海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附属单位算决议，检送离岛旅游旺季观光建设与推动永续友善环境平衡政策书面报告，检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创业天使投资方案投资新创事业审核标准报告，检送政府投资资通物联产业等书面报告，检送离岛基金补助台东县蓝屿乡整合型计划书面报告，检送离岛建设基金监督管理机制书面检讨报告，检送苏南中央及地方政府施政倡议书面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海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跟会岁初决议六出国成果书面报告，检送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决议第六项手机保固改为保险形式书面报告，第三项电信业者通信品质不佳申诉案专家书面报告，检送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决议第五项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超播广告书面报告，检送通讯传播基金监督管理基金决议第二项全国资讯网及内部网站改版书面检讨报告，新增决议第一项办门号手机换现金消费争议书面报告，决议第四项通讯传播基础设施事务监理计划预算增加书面报告，第九项劳务承揽人力书面检讨报告，交通部海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14项提升古道五号学生隧道消防设备管理机制书面报告，第70项研议出资与 ETEC 民间厂商共同成立专案公司书面报告，检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19项规划于东部与离岛地区建设 I 邮箱书面报告，第20项妥善规划 I 邮箱据点书面报告，检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11项国道以后遵设衔接台74线系统交流道工程进度落后书面报告，第12项办理国道高速公路设置 LED 路灯政策路灯策略书面报告，第64项国道一号衔接台74线书面报告及规划报告书，第66项金融再生碳可行性评估书报告，第67项增进国道纽泽西货轮功能报告，第20项高铁基金财务控管书面报告，第99项五站事业发展优地评鉴建价评估不实书面报告，第84项高铁永续经营投资计划书面报告，第87项高铁永续经营投资计划书面报告，第105项观光市场人才及资源盘点统计书面报告，接送桃园国际机场决议第21项赞助包装代理及加工费预算编列书面报告，第19项国际系统台换计划书面报告，接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88项提升高铁营运绩效及战区开发效益书面报告，接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11项员工服装书面报告，接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108项基金用途书面报告，第17项公共关系费书面报告，第94项高铁永续经营投资计划书面报告，第68项追讨通行费欠费书面报告，第18项公共关系费使用目的书面报告，检送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决议第29项机电系统与资讯系统书面报告，接送台湾港务公司决议第28项清查高雄港区临近港务厅设置情形书面报告，接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80项基金财务管控管机制书面报告，接送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决议第7项活化利用闲置土地设置书面报告，接送台湾港务公司决议第30项提升营运绩效书面报告，接送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决议第6项印刷专利广告费增加书面报告，科技部海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接送2007年度跨部会署执行之科技计划预算书面报告，接送大屯山地热创能部分之调查及研究书面报告，接送工程科技及实作研究补助项目妥适性书面报告，接送产学合作研究发展计划发展推动现况书面报告，接送巨量资料智慧应用研究与 AI 创新研究中心专案相关议题书面报告，接送基金所辖各园区编列分预算书面报告，接送严艺兴免子女与大众科学教育计划中与新南向国家学生交流书面报告，接送部分园区土地出租收支短处仍待加强招商书面报告，教育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
总政府署单位孙权益，前从基层运动散税露营转播计划书面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政府署单位孙权益，前从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预算编列书面报告，财政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政府署单位孙权益，前从台湾土地银行公司权益第二项书面报告，前从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权益第二项公共关系费预算书面报告。第三项管理费用向下除用人费用外预算书面报告，第八项公共关系费预算书面报告，第十三项员工训练费用预算书面报告，第二十四项管理费用向下除用人费用外预算书面报告，第二十五项服务费用预算书面报告，第三十三项员工训练费用预算书面报告。结束行政员工影视业民营化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计划详细支出说明及预算配置合理性报告。结束台湾金控公司决议第十四项如何提升金融科技研发支持成规划书面报告，检索台湾一九公司权益第13589188611161714715145书面报告，检索印刷厂权益第一项书面报告，第三项短中长期转型营运策略计划书面报告，第四项短中长期转型营运策略计划书面报告，检索中国输出银行权益第25项书面报告，检索地方建设基金配合地方产业特色推动地方公共建设报告，卫生福利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孙权益，检送戒烟服务检讨改进方案书面报告，检送全国各县市公司协力托婴中心设置现况规划说明，检送肺癌防治策略书面报告，检送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奖励计划及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书面报告，检送国民健康署健康体重管理政策方向书面报告，检送合理医护人员培训费用调整计划书面报告，衔接环境保署海外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协助审核地方补助计划等工作说明，接送空气污染防治计划预算说明，接送水污染防治基金中专业付费书面报告，劳动部海外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接送管道检讨对地方政府劳动行政业务督导考核评量指标书面报告，前送辅导协助劳工筹组工会说明，前送协助劳工筹组工会措施报告，前送规划协助劳工筹组企业工会相关措施说明，前送提高工会组织率目标书面报告，前送检讨加强防治就业歧视政策措施书面报告，前送就业安定基金编列金额通膨性检视说明，前送职业安全卫生署学校配置职业护理人员说明，前送强化劳动力发展创新效能等书面报告，减速推动职能基准发展与后续多元应用书面报告，减速邀集产业参与技能检定业务推动报告，减速积极鼓励青年参加技能竞赛书面报告，减速技能检定效能提升计划执行率不佳书面报告，减速离聘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委员书面报告，减速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委员有无利益冲突书及状况书面报告，减速劳工条件法规遵守宣导及督促人有改善空间说明，结束增加劳动检查资讯管理系统功能说明，结束检讨缺工就业奖励措施书面报告，结束劳工保险局应积极追讨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垫款呆账书面报告，国防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结束国军医院院长管考及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航空医疗大楼规划书面报告，结束军区改建生服设施位于江滨远征地区视为有市场需求书面报告，减送国家军事博物馆新建工程计划经费增加原因说明书面报告，减送加强营改基金补修用营地处理及活化利用等书面报告，内政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各县市办政府办理国土相关计划推动支持成规划书面报告，减送新市镇开发基金运用检讨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应会第282案至第411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291、339至34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289、315、322至326、334、344、41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
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282案至第411案为中央研究院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决议13对于定位对外应在各07说明书面报告，16研究所中心仍维持过去三组分类书面报告，17欧美研究所为整并转型为研究中心书面报告，19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历年奖补助费用执行率未达8%书面报告，21奖补助性编列方式书面报告，22人员薪酬编列方式书面报告，23国家科研人才培育工作书面报告，27提升我国关键材料自给率书面报告，30扩增台湾美术史研究人员可行性评估书面报告，33评估新南向研究成立研究所适合性书面报告，37坚持学术自由风气书面报告，6加强推动台湾重要疾病生物标记研究计划研究成果临床应用书面报告，36跨年期计划内容及经费需求书面报告，科技部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运用资讯与通讯技术发展及智慧园区计划执行与增加应用服务系统书面报告，接送医材产业创新推动与认证机制书面报告，接送补助技术体系发展推动情况书面报告，接送松绑专任助理人员续薪标准书面报告，接送科学技术白皮书研定时程书面报告，接送中心园区通盘检讨书面报告，简送该部决议42书面报告，简送科学园区员工子女就学需求书面报告，简送执行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预算执行率书面报告，简送第三期太空科技发展长程计划西部规划书面报告，简送孙图资源提供产业优惠使用以提升动画与影视产业书面报告，简送第三期国家太空科技发展长期计划研究情形产业推动及绩效考核书面报告，简送土地上有甚多未有厂商进驻书面报告，简送医材新南向商机无限书面报告，简送台湾光子源周边实验设施建制补助经费规划与近3年成效书面报告，简送运用资讯与通讯技术发展智慧园区计划执行及应用服务系统之议题书面报告，简送桐庐宜兰等园区土地及标准厂房出租情形书面报告，简送新竹生物医学园区新验室第二生技大楼预算编列划分情形书面报告，第二生技大楼预算编列议题书面报告，简送增拨科发基金云一支出性质之经常门资本门明确划分书面报告，教育部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特地体育团体选举作业改善事项报告，有关函请加强学校专任专业辅导人力之教育训练及宣导作业业余办具，接送加强地方督导地方政府依法聘任专业运动教练报告，接送2020年东京奥运会棒球代表队组训计划及选手权益保障报告，接送依儿童及少年保护规定通报宣导案办理情形，接送体育署进行全国棒球场总体检书面报告，行政院子能委员会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岁初第十七款第一项决议5、6、7、8、9、10、15、17、22、24书面报告，文化部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决议14国家漫画博物馆计划书面报告，20及28书面报告，接送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境作为书面报告，接送国家人权博物馆决议5书面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决议56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新增决议34书面报告，接送儿少保护基金作为书面报告，接送健康财务改革规划启程与方向书面报告，简送技术推动健保财务改革书面报告，简送医师适用劳动基准法后全民健康保险财务因应规划书面报告，简送落实二代健保扩大参与精神书面报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环保专业训练之说明，司法院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岁数第四款第一项决议28书面报告，第十项决议台湾高等法院书面报告，第一项决议18书面报告，总统府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总统府行政决议2如何有效运用国务机要费书面报告，立法院秘书长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本院单位预算决议10、18、21、16书面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2008年6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议，前送证券期货周边单位及副管理阶层优渥薪酬书面报告，前送银行局权益十三书面检讨报告，三七八书面报告，审计拨款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前送报请监察院核办不中不法案件情形书面报告，财政拨款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前送税出第十款第九项决议审议书面报告，第十项决议二十书面报告，第一项决议十二国新路办公大楼原址用途书面报告，行政院主计总出海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中央政府内部控制督考成效书面报告，前送多管各机关预算执行情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海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青山决议二生态检核技术管理及监督书面报告，交通部海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该部决议五十四台铁局应办理存在交站位120人测试书面报告，前送铁道局决议十一营运监理书面报告，十二精进铁路轨道安全书面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海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前送决议十八拍卖式出资商业频率其频率使用费回归铁路管理成本理念书面报告，九新时代通讯技术与网络治理书面报告，十新时代通讯技术与网络治理推动启程书面报告，十一新时代通讯技术与网络治理推动启程预期效果书面报告，十二新时代通讯技术与网络治理之委托计划书面报告，十三新时代通讯技术与网络治理捐助对象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省级机关业务移拨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核四加强照顾弱势族群之敦亲睦邻做法书面报告，接送盘点再生能源潜能区所需馈线及预算成本书面报告，接送推动大型石化厂落实至少安全自主管理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改善农业圈工措施书面报告，内政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营建署山域管制报告，社会住宅新办计划包租贷款政策书面报告，接送空中勤务总队争取飞行组员飞行终点费等书面报告，前送移民署研提供多种语种之外国人在台生活咨询专机可行性书面报告，前送警政署 M Police 使用率及各项功能开发情形书面报告，前送中央警察大学书面报告，前送移民署提供多种语种之外国人在台生活咨询专机可行性书面报告，前送移民署决议19提供多种语种之外国人在台生活咨询专机可行性书面报告，前送有效降低人口贩运各类剥削案件之被害人数改善办法书面报告，前送移民署建立符合不推回原则之寻求庇护案处理机制书面报告，处理违法跨国境婚姻媒合广告书面报告，通译体制改善书面报告，外籍劳工及外国与外侨学生线上申办系统宣导方案书面报告，研议以新住民语言翻译选举公报书面报告，管理从事跨国境婚姻者书面报告，评估未来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计划行前说明书面行前说明会书面报告，行政院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针对以下讯息提出妥善解决方案检讨书面报告，接送防范变种瘟疫跨部会协调及整合防疫措施检讨书面报告，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决议49书面报告，国防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加强禁用及留用文职人员书面报告，接送退场机制事后符合比例原则并拟定配套措施以减少人才外流情势书面报告，接送国内船厂设备及产业人才是否足堪配合及多次周边不顺等书面报告，接送空置营区活化及维护管理书面报告，外交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驻外管处车辆分配与实际用车需求书面报告，接送对业者投资补助及投资考察团机票补助书面报告，接送新南向政策部分计划执行进度未及理想书面报告，接送放宽外籍人士来台签证简化措施书面报告，接送办理新南向政策预算执行进度落后书面报告，接送第十项公投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恐对台湾关系造成冲击评估书面报告，接送我国政府之国际组织参与实质规划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接送核能发电户团营运基金冻结用过核自燃料储存计划构建固定资产预算15%专案报告，
报，内政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束移民署延提加强越南观光团入境查验报告。立法院秘书长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束本院决议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考试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束该院决议一预算冻结专案报告漏列之方案图示，三预算冻结专案报告漏列之方案图示。考选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结束该目决议一冻结第二目考试业务研究改进300,000元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发言会第412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412案至第453案为本院内政经济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处理完竣。第453案至第472案为本院经济内政委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质询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第473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将委员请审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将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署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2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邱委员之为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50件。宣读完毕。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来处理。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5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1次会议建议增列变更议程，将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前总统陈水扁系国际认证贪污犯，以贪污罪遭判刑定谳，确诊并获准保外就医，不仅屡踩保外就医红线，频繁出席各种政治性宴席、筹措场合、吃喝玩乐，自民进党2016年重新执政后，更肆无忌惮，对外界高度质疑，装病不再顾忌遮掩，不但透过脸书频繁对政治事务发表。每天与民视15:30有30分钟的阿扁串供带状节目放言高论时政，犹有甚者直接参与选举造势活动，当起网红畅谈政治理念，于3月16日之立委补选介入台南民进党2位参选人之间，企图以在地身份发挥关键影响力，图谋自己特赦。3月26日最新一期的新勇歌物语中，陈水扁透过影片狂骂高雄市长韩国瑜25分钟，中气十足，俨然一尾活龙，丝毫看不出一丝丝病容。台中监狱一再对陈水扁公然违反不演讲、不上台、不接受媒体采访、不谈政治四不原则的保外就医规定之行径从宽认定，甚至配合掩护为其解释。身为督导单位的蒋正淑与防务部更是严重怠惰失职，以致阿扁完全未将保外就医相关规定放在眼里，公然破坏国家预行制度，重创司法公信力。蔡英文总统及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难辞其咎，原提案要求立即废止陈水扁保外就医许可，让精气神状况俱佳、口齿表达清晰、健康状态良好的陈水扁回监服刑，以维护司法公信力，请公决案立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请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好，那么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4人，赞成13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1次会议建议增列变更议程，将公股行库具有执行及稳定政府政策的重要功能，董事长、总经理人事案，向来皆由财政部长建议人选，再由行政院拍板定案。人选除了需要具备财经专业，更必须兼顾能力及操守，才能发挥绩效。国家政策使得与顺利落实推动。然此次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利用清明连假前进行周末大屠杀式的公股行库人事大调动，换掉近半数的公股行库董事长、总经理，人选竟由绩效相对不佳的银行副总升任，甚至还有疑涉庆父列雷建案遭撤换的廖灿昌，迅即再度回任金控董事长，丝毫未见苏贞昌院长所说发挥鲶鱼效应，根本是民进党派系斗争、利益分赃，完全无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应受到高度监理的法则。据媒体报道，控制泛关股的地下董事长为蔡英文总统，所有人事均需他同意。这波人事异动却传由苏贞昌院长主导，府院不同调，对国家治理重大政策将造成严重影响。在继父列雷建案内幕重重未解，苏贞昌院长基于短时间内大幅度人事调动，是否借由更换公股银行董事长、总经理掌控经脉，企图影响企业放款，为明年选举铺路，不禁令人高度怀疑。显见公营事业职位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更远胜于公营事业本身的经营绩效。原此建请优惠做成决议，邀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率同相关部会所长列席，就公股行库人事调动做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好，无委员秉睿对刚才之表决声明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4人，赞成13人，
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1次会议，建请将依委员柯生等17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林淡化等16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张立万健等16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34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徐志杰等29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34条文修正草案；五。亲民党党团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吴志扬等17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34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赵振宇等16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34条文修正草案；八委员林义华等24人领取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自由委员会抽出近乎阅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完了，我们功劳。表决结果：出席75人，赞成14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1次会议，建请将依委员黄昭顺等16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江乃馨等18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柯志恩等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徐志杰等29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张立外建等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蒋文恩等18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林代化等16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八亲民党党团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九委员吴志扬等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文修正草案；十委员赵振宇等17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文修正草案；11委员林玉华等22人领取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近乎的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75人，赞成14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地11次会议，兼请将委员江启臣等19人连续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增订第4条之1条文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行阅读，并由国民党党团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6人，赞成15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1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立案顺序如下表13案，强如附件，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没有异？无异。那么我们本案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的提议变更议程共7案，大概都是抽出进入二读案啊，请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1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覆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10分钟差不多了。我念进来念题啦。表决结果：出席63人，赞成3人，反对6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2案，请
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一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增订第十六条之一条文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一步的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六十四人，赞成三人，反对六十一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一次院会，拟请将委员徐永明等十七人拟具《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九十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一步的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授予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八十人，赞成三人，反对七十七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及第十一次院会，拟请将委员徐永明等十七人拟具《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一步的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啊，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林委员易华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表决结果，出席79人，赞成3人，反对7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1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留意？有意，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65人，赞成3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1次院会，拟请将委员薛永明等16人拟具《幼儿教育及教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抽出进覆额度，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0人，赞成18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11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啊，我好在点。
好啦，念念的。好表决结果：出席80人，赞成18人，反对6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8年3月20日、4月15日分别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首次会议邀请劳动部部长许铭春及提案委员列席说明受访要旨。两次会议均由徐兆锦委员致荣担任主席，并请司法院等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3月20日听取说明及询答，附于4月15日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原经决议，本案拟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于院会进行阅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徐兆锦委员致荣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徐委员致荣补充说明。好，无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劳工退休金条例，请宣读第四条。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为建立本条例与劳动基准法第56条第三项规定，劳工退休金基金管理之管理及运用业务，应聘请政府机关代表、劳工代表、雇主代表及专家学者，以劳动基金监理会（以下简称监理会）行之。前项监理会之监理事项程序人员组成、任期与遴聘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七条。第七条，本条例之适用对象为适用劳动基准法之下列人员，但依私立学校法之规定提拨退休准备金者，不适用之：一、本国籍劳工；二、与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之国民结婚且获准居留而在台湾地区工作之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香港或澳门居民；三、境外之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香港或澳门居民与其配偶离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规规定的在台湾地区继续居留工作者；四、前二款以外之外国人，经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相关规定许可永久居留且在台湾地区工作者；本国籍人员，前项第二款之第四款规定之人员，具下列身份之一，得自愿依本条例规定提缴及请领退休金：一、实际从事劳动之雇主；二、自营作业者；三、受委任工作者；四、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之劳工。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八条之一。第八条之一，下列人员自下列各款锁定其日起，应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一、第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人员，基于中华民国99年7月1日后拾取的本国籍之劳工，于本条例102年12月31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二、第七条第一项第四款人员，于本条例108年4月26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三、前二款人员，依各该修正条文施行后拾取的各该身份者，为取得身份之日。
前项锁定人员于各该修正条文施行前已受雇，且仍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者，于适用本条例之日起六个月内，得以书面向雇主表明选择继续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依前项规定向雇主表明选择继续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者，不得再变更选择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劳工依第一项规定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者，其适用本条例前之工作年资依第十一条规定办理。雇主因为依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之劳工，向劳保局办理提缴手续，并至迟于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申报。宣读完毕。第八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四条。第十四条，雇主因为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之劳工负担提缴之退休金，不得低于劳工每月工资6%。雇主得为第七条第二项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之人员，于每月工资6%范围内提缴退休金。第七条规定之人员，得在其每月工资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薪资所得课税。第七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之人员，得在其每月执行业务所得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执行业务收入课税。第一项第至第三项锁定每月工资及前项锁定每月执行业务所得，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月提缴分级表，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退休金之领取及计算方式如下：一、月退休金，劳工个人之退休金专户本金及累积收益，依据年金生命表，以平均余命及利率等基础计算所得之金额，作为定期发给之退休金；二、一次退休金，一次领取劳工个人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积收益，前项提缴之劳工退休金运用收益，不得低于以当地银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国库补足之。第一项第一款锁定年金生命表平均余命利率及金额之计算，由劳保局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宣读完毕。第二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四条维持现行条文。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劳工于请领退休金前死亡者，应由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一次退休金，以领取月退休金。劳工于未届第二十三条第三项锁定平均余命，或第二十四条之二第二项锁定请领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给付月退休金，其个人退休金专户结算剩余金额，由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领回。宣读完毕。第二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依前条规定请领退休金遗属之顺位如下：一、配偶及子女；二、父母；三、祖父母；四、孙子女；五、兄弟姐妹。前项遗属同一顺位有数人时，应共同确定，由未具名之遗属者，由具领之遗属负责分配之；由死亡、抛弃或因法定事由丧失继承权时，由其余遗属请领之；但生前预立遗嘱指定请领人者，从其遗嘱。劳工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积收益应归入劳工退休基金：一、无第一项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二、第一项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之退休金请求权应时效消灭。宣读完毕。第二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劳工或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退休金时，应填具申请书并检附相关文件，向劳保局请领。相关文件之内容及请领程序由劳保局定之。请领手续完备，经审查应予发给月退休金者，应自收到申请书次月起按期发给。其为请领一次退休金者，应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发给。劳工或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之退休金结算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劳工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退休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应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劳工之退休金及请领劳工退休金之权利，不得让予、扣押、抵消或供担保。劳工依本条例规定请领退休
休金者，得检具劳保局出具之证明文件，于金融机构开立专户，专供存入退休金之用，且向专户内之存款不得作为抵消扣押、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宣读完毕。第二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劳工退休基金除作为给付劳工退休金及投资运用之用、投资运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担保或以作他用，其管理运用及盈亏分配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劳工退休基金之管理、经营及运用业务，由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以下简称基金运用局）办理。该基金之经营及运用基金运用局得委托金融机构办理，委托经营规定范围及经费由基金运用局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吴坤玉等提案第三十三条之一不予增订。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劳保局与基金运用局对于劳工退休金及劳工退休基金之财务收支，应分户立账，并与其办理之其他业务分开处理，其相关之会计报告及年度决算，应依有关法令规定办理，并由基金运用局会诊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劳工退休基金之收支运用与其积存金额及财务报表，基金运用局应按月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中央主管机关应按年公告之。宣读完毕。第三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金融机构，发现有意图干涉、操纵、指示其运用或其他有损劳工利益之情事时，应通知基金运用局，基金运用局任由处置必要者，应即通知中央主管机关采取必要措施。宣读完毕。第四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主管机关劳保局基金运用局受委托之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机关团体所属人员，不得对外公布业务处理上之秘密或谋取非法利益，并应善尽管理人忠诚义务，为基金谋取最大之效益。宣读完毕。第四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劳保局及基金运用局办理本条例规定行政所需之费用，应编列预算之应。宣读完毕。第四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劳保局及基金运用局办理本条例规定业务之一切账册、单据及业务收支均免课税捐。宣读完毕。第四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四十五条之一。第四十五条之一，雇主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令其给付，借其未给付者，应按次处罚。以违反第十一条第二项或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给予标准或期限，而违反第三十九条准用第十一条第二项或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给予标准或期限。宣读完毕。增订第四十五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四十七条删除。第五十条。第五十条，雇主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未继续按月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者，除新台币二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应按月处罚，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之罚款规定。主管机关对于前项应执行而未执行之，应以公务员考绩法令相关处罚规定办理。第一项收缴之罚款，归入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劳工退休基金。宣读完毕。第五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三条，雇主违反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一项或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未按时提缴或缴足退休金者，自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晚缴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征其应提缴金额3%之纳金，至应提缴金额之一倍为止。前项雇主欠缴之退休金，经劳保局限期令其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雇主有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雇主违反第三十六条及第三十九条规定，未按时缴纳或缴足保险费者，处其应负担金额同额之罚款，并按月处罚至改正为止。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朔自中华民国九十四年七月一日生效。宣读完毕。第五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五十三条之一。第
53条之一，雇主违反本条例，经主管机关或劳保局处以罚款或加征滞纳金者，应公布其事业单位或事业组织名称、负责人姓名、处分期日、违反条文及处分金额。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机构，经依第45条规定处以罚款者，一同。宣读完毕。增订第53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54条。第54条，依本条例加征滞纳金及所处之罚款，受处分人应于收受通知之日起30日内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第39条锁定年金保险之罚款处分及移送行政执行业务，委任劳保局办理之。宣读完毕。第5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54条之一。第54条之一，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退休金或滞纳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者，由其代表人或负责人负清偿责任，且向代表人或负责人经劳保局限期令其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宣读完毕。增订第54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56条之一。第56条之一，劳保局对于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之退休金及滞纳金，优先于普通债权受清偿。宣读完毕。增订第56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56条之二。第56条之二，劳工退休金不适用下列规定：一、公司法有关公司重整之债务免责规定；二、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有关清算之债务免责规定；三、破产法有关破产之债务免责规定。宣读完毕。增订第56条之二，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56条之三。第56条之三，劳保局为办理劳工退休金业务所需必要资料，得请相关机关提供，各该机关不得拒绝。劳保局依前项规定取得之资料，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相关资料之保有、处理及利用等事项，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为之。宣读完毕。增订第56条之三，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4条，中央主管机关未监理本条例，与劳动基准法第56条第3项规定，劳工退休基金之管理及运用业务，应聘请政府机关代表、劳工代表、雇主代表及专家学者，以劳动基金监理会（以下简称监理会）行之。且向监理会之监理事项程序人员组成，任其与临聘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7条，本条例之适用对象为适用劳动基准法之下列人员，但依私立学校法之规定，提拨退休准备金者不适用之：一、本国籍劳工；二、与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之国民结婚且获准居留而在台湾地区工作之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香港或澳门居民；三、监管之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香港或澳门居民与其配偶离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规规定的在台湾地区继续居留工作者；四、前二款以外之外国人经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相关规定许可永久居留且在台湾地区工作者；本国籍人员前项第二款至第4款规定之人员，据下列身份之一，得自愿依本条例规定提缴及清理退休金：一、实际从事劳动之雇主；二、自营作业者；三、受委任工作者；四、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之劳工。第8条之一，下列人员自下列各款锁定期日起，应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一、第7条第1项第2款第3款人员，即于中华民国99年7月1日后时取得本国籍之劳工，于本条例102年12月31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二、第7条第1项第4款人员，于本条例108年4月26日修正之条文施行日；三、前二款人员于各该修正条文施行后时取得各该身份者为取得身份之日；前项锁定人员于各该修正条文施行前已受雇且仍服务于同一事业单位者，于适用本条例之日起6个月内，得以书面向雇主表明选择继续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依前项规定向雇主表明选择继续适用劳动基准法之退休金规定者，不得再变更选择适用本条例之退休金制度。劳工依第1项规定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者，其适用本条例前之工作年资，依第11条规定办理。
雇主因为依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适用本条例退休金制度之劳工，向劳保局办理提缴手续，并至迟于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第十四条，雇主因为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之劳工负担提缴之退休金，不得低于劳工每月工资6%，雇主得为第七条第二项第三款或第四款规定之人员，于每月工资6%范围内提缴退休金。第七条规定之人员，得在其每月工资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薪资所得课税。第七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之人员，得在其每月执行业务所得6%范围内自愿提缴退休金，其自愿提缴之退休金不计入提缴年度执行业务收入课税。第一项至第三项锁定每月工资及前项锁定每月执行业务所得，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月提缴分级表，报请行政院核定之。第23条，退休金之领取及计算方式如下：一、月退休金，劳工个人之退休金专户本金及累计收益，依据年金生命表以平均余命及利率等基础计算所得之金额，作为定期发给之退休金；二、一次退休金，一次领取劳工个人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计收益，前项提缴之劳工退休金用收益，不得低于以当地银行2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之收益。有不足者，由国库补足之。第一项第一款锁定年金生命表平均余命利率及金额之计算，由劳保局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第26条，劳工于请领退休金前死亡者，应由其遗嘱或指定请领人请领一次退休金。以领取月退休金劳工，于未届第23条第三项锁定平均余命，或第24条之二第二项锁定请领年限前死亡者，停止给付月退休金，其个人退休金专户结算剩余金额，由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领回。第27条，依前条规定请领退休金遗属之受益如下：一、配偶及子女；二、父母；三、祖父母；四、孙子女；五、兄弟姐妹。前项遗属同一受益有数人时，应共同确领；有未具名之遗属者，由具领之遗属负责分配之；有死亡、抛弃或因法定事由丧失继承权时，由其余遗属请领之；但生前预立遗嘱指定请领人者，从其遗嘱。劳工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退休金专户之本金及累计收益应归入劳工退休基金：一、无第一项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二、第一项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之退休金请求权应时效消灭。第28条，劳工或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退休金时，应填具申请书并减负相关文件，向劳保局请领。相关文件之内容及请领程序由劳保局定之。请领手续完备，经审查应予发给月退休金者，应自收到申请书次月起按季发给；其为请领一次退休金者，应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发给。劳工或其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之退休金结算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劳工之遗属或指定请领人退休金请求权，自得请领之日起应时年间不行使而消灭。第29条，劳工之退休金及请领劳工退休金之权利，不得让与、扣押、抵消或供担保。劳工依本条例规定请领退休金者，得检具劳保局出具之证明文件，于金融机构开立专户，专供存入退休金之用。前项专户内之存款，不得作为抵消、扣押、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第33条，劳工退休基金除作为给付劳工退休金及投资运用之用外，不得扣押、供担保或以作他用。其管理、运用及盈亏分配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劳工退休基金之管理、经营及运用业务，由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以下简称基金运用局）办理。该基金之经营及运用，基金运用局得委托金融机构办理。委托经营规定、范围及经费，由基金运用局拟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第34条，劳保局于
与基金运用局对于劳工退休金及劳工退休基金之财务收支应分户立账，并与其办理之其他业务分开处理，其相关之会计报告及年度决算应依有关法令规定办理，并由基金运用局会诊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并查劳工退休基金之收支运用与其积存金额及财务报表，基金运用局应按月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中央主管机关应按年公告之。第四十一条，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金融机构，发现有意图干涉、操纵、指示其运用或其他有损劳工利益之情事时，应通知基金运用局，基金运用局任有处置必要者，应仅通知中央主管机关采取必要措施。第四十二条，主管机关劳保局、基金运用局受委托之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机关团体所属人员，不得对外公布业务处理上之秘密或谋取非法利益，并应顺尽管理人忠诚义务，为基金谋取最大之效益。第四十三条，劳保局及基金运用局办理本条例规定行政所需之费用，应编列预算之应。第四十四条，劳保局及基金运用局办理本条例规定业务之一切账册，单据其业务收支均免课税捐。第四十五条之一，雇主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锾，并限期令其给付，借其未给付者，应按次处罚。以违反第十一条第二项或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给予标准或期限，而违反第39条准用第十一条第二项或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之给予标准或期限。第四十七条删除。第五十条，雇主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未继续按月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并应按月处罚，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之罚锾规定。主管机关对于前项应执行而未执行时，应以公务员考绩法令相关处罚规定办理。第一项收缴之罚锾归入劳动基准法第56条第三项劳工退休基金。五十三条，雇主违反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一项或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未按时提缴或缴足退休金者，自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晚缴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征其应提缴金额3%之纳金，至应提缴金额之一倍为止。前项雇主欠缴之退休金，经劳保局限期令其缴纳，届期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雇主有不服者，得依法停其行政救济。雇主违反第36条及第39条规定，未按时缴纳或缴足保险费者，处其应负担金额同额之罚锾，并按月处罚至改称为止。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说自中华民国94年7月1日生效。第五十三条之一，雇主违反本条例，经主管机关或劳保局处以罚锾或加征滞纳金者，应公布其事业单位或事业组织名称、负责人姓名、处分起日、违反条文及处分金额，受委托运用劳工退休基金之机构，经依第45条规定处以罚锾者，一同。第五十四条，依本条例加征之滞纳金及所处之罚锾，受处分人应于收受通知之日起30日内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第39条锁定年金保险之罚锾处分，其移送行政执行业务委任劳保局办理之。第五十四条之一，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退休金或滞纳金，且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清偿者，由其代表人或负责人负清偿责任。且向代表人或负责人经劳保局限期令其缴纳，借其未缴纳者，依法移送行政执行。第五十六条之一，劳保局对于雇主未依本条例规定缴纳之退休金及滞纳金，优先于普通债权受清偿。第五十六条之二，劳工退休金不适用下列规定：一、公司法有关公司重整之债务免责规定；二、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有关清算之债务免责规定；三、破产法有关破产之债务免责规定。第五十六条之三，劳保局未办理劳工退休金业务所需必要资料，得请相关机关提供，各该机关不得拒绝。劳保局依前项规定取得之资料，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相关资料之保有、处理及利用等事项，应依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为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劳工退休金条例
增订第四十五条之一、第五十三条之一、第五十四条之一及第五十六条之一至第五十六条之三条文，删除第四十七条条文，并将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之一、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首奏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一项，有鉴于身心障碍者身心状况不同，无法按正常年龄退休，其经济与医疗需求甚巨，虽劳工退休金条例第二十四条之二已订定提早请领退休金规定，为实务上仍有身心障碍劳工因失能情形变化，无法胜任工作而需提前退休。目前多样态的身心障碍情形与工作能力减损程度是否能对应，例如重大伤病者及末期恶性肿瘤者等，是否得以认定为工作能力减损而无法工作，请劳动部检视其他提早请领退休金之规定。检讨第二十四条之二之评估标准，于六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于审查会首奏之附带决议有无异议？无异议，决定照案通过。那么在本案完成立法程序之后，由委员登记发言。现在我们请钟委员孔绍。好，主席、各位同仁以及我们全国的劳工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完成我们劳动退休金的一个条例的一个修正条文的一个修正草案。也经过三读的一个通过，那相对的对我们劳工的权益也得到一个更深一层的一个保障，尤其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二十八条条文的一个修正，最主要是针对遗嘱或指定的请领人的请求权，由现行的法令的规定五年延长到十年，当然也另外提出了一个新增的一个条文五十三条之一，提出这个条文是针对现行的法令的一个规定，公布相关的违反法令的公司、企业、行号等，他必须也顺便公布他的处分的日期、处分的金额、违反条约的一些的条款内容的相关资讯，以达到积极促进我们企业守法的目的。当然包括了 运用我们劳工退休金的这些的受托机构，相对的也一并适用。不过现行的法令中确实有所不足，对于公告雇主违反的相关的事项，有的条文是应公告，有的是得公告，那大部分的法令只规定公布姓名而已，对于具体的违规事由或者违反情状啊，便无从依法公告，那造成地方主管机关确实有所困扰。那么我本席在这边也希望未来也能够比照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劳工退休金的一个调整条例的一个修正，我们能够同意相关的法令。谢谢钟委员。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我们在旁听席由我们就是第五个男生啊，五男联心会啊的这个会员在旁听席，我们跟他鼓掌欢迎一下啊。好，谢谢你们。发言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下午20:30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现在休息。